哦，厉害了，这个豆腐皮麻辣豆腐皮是不是啊，老板娘啊？对对。哇，你看好多材料哦，洋葱这个是什么？黄瓜。黄瓜啊，你看，很多酱料，有麻辣哦。对，酸甜麻辣都有。啊，酸甜麻辣。哇，你看，真材实料啊。所以生意特别好，你看，专家来的啊，大开眼界，好吃不贵。今天来到吉林，这里是什么话？敦化啊，敦化美食广场啊，真的是。碰到你们是我的运气，好，感谢啊！多少钱一斤？六块。六块钱，哇，真的太便宜了，又好吃，又真材实料。感谢感谢。